家晚安。忽然间好亮啊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好像在聊着。Hello， 夏佑宝宝，好久不见呢。你记错时间吗？没有啊，八点开，想说提早来开一下。人有好一点点吗？就是还是微烧，就是我呈现37度，已经从打完那一天晚上开始到现在，就都37度这样。有时候时好时坏啦，就是有时候会降温，但36.8度。安安，沙悠宝宝，想想想，很想很想。Hello， 云婷。还有企鹅，谢谢 Rock 帮我分享直播间。我要这样子一点，然后这样子看起来会脸比较小。在这个很肿的时候，我的脸要看起来小一点。然后这样，算太多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是学01前辈早开15分钟之术吗？什么是少开15分钟之术？这个我怎么没听过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是早开15分钟之术 ？Hello， 妈妈，换一个，换白色，哇，看起来脸就比较白，比较粉嫩。Hello， 飞翼，Hello， Alex， 谢谢 Alex 的荧光手环。Hello， Mohan。猪猪怎么不理我？有，我有说云婷嗨嗨。哎，没有吗？还是我在脑，还是我在脑子里跟云婷说嗨嗨了？我有点不太确定。Hello， 阿鹏鹏。Hello， 钟勋，大家晚安呐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的翘脚椅飞太远了。等一下啊、哦。哟，Hello， 燕。Hello， 杨雄。对，我今天早开阿鹏。Hello， 一子 ，Hello， 103 ，Hello， 宁墨，啊，莫宁，啊，不对，奥宁，奥宁 ，OK。Hello， 推推，谢谢推推的手环。还有副作用吗？昨天晚上有一点点严重，也太早了吧 ？Hello， 树宝宝，会不会太早？真的吗？很早吗？太早了吗？还是我先关掉，大家拜拜。头发，我今天也不想洗头，我今天要撑住不洗头。Hello Fun Play，Hello 安莎卡拉卡 ，Hello 小猪，那我8点再进来，不行。Hello 狗狗，可爱的狗狗是吗？是同一个人吗 ？Hello 草莓风暴 ，Hello 小猪，哦，还是狗狗是狗狗，想力的狗是想力的狗。谢谢安莎卡拉卡，鼻子上那一点是什么？痘痘。Hello， 安莎卡拉卡，看起来比较有精神一点点了，稍微好一点。Hello， OPF，Hello， 马哥，早开是副作用吗？之一之一。Hello， 水男孩，对，今天提早开，我决定笑你5分钟，赶你下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笑我5分钟？祖祖的小粉丝，你说你吗？博宏，你好，博宏。Hello Smile， 其实你是不是想要7点就开了？没有，我就是也没有，就是我本来想说，没有，我本来想7点半开，然后后来想说，好，那我先去，我先吃东西，吃完东西看几点，就我吃完东西就不小心7点40分，我就然后准备一下，补个妆什么的。太想我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谁？我的字被刷掉了。谢谢 WZI 真情告白，谢谢笑笑宝的掌声鼓励鼓励。什么东西？谁？谁说太想我了？给你5分钟时间，拜拜。好音，对，太想你们了。看到了，看到这个时间，看到通知跳出来，以为是时空错了。Hello， 草莓掌，是睡饱了吗？对，我睡饱起来了，所以没有洗头。对，我昨天没洗头。我昨天给人家洗完头以后我就没洗。你的鼻子是怎么回事？长痘痘。今天
特效的腮红也不错。今天有吗？跟林一前面的剧本一样，等一下提早关，哪怕你太累。参拜万神，好啊，等一下看状况。今天状况好多了，昨天有让人洗头哦。嗯啊，我昨天去找别人洗，去日清请别人洗头。今天的头发就是香喷喷的头发，哦耶！所以今天不洗了吗？对，刚刚直播通知，我还以为是系统错乱，不是，才不是哎、欸。其实是八点关台啦。哦，对，其实今天只有五分钟，大家要珍惜这五分钟。好的，那在刚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我来业配一下，就是呢，大家是不是有看到，就是我们最近新的一个公告呢？昨天忘记跟大家说，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年前？哇，那拜拜！昨天洗头，那今天不洗正常。对，不要以为你很虚，我觉得对你好一点啊，阿姨。你后面那个阿姨是不小心打的，还是认真打的？规矩吗？不是不是，先离开，拒绝业配魔人，只有五分钟哦。那我要一秒一秒约好，等一下。然后呢？大家呢是不是有看到，就是我们的萨库拉呢在一年前呢就是获得了我们的运动会的冠军。没错没错，有一首专属我们萨库拉的歌曲了，就是未来的不要不要未来的果实果糖是什么，未来的果糖还得了，甜到爆炸，甜进你心里。帮你洗头人好可怜，那么丑。哪有哎、欸、哪有，有没有都很臭好不好。 Hello Danny， Hello 北极熊，不听不听。帮他洗头应该三天没有办法上班吧。什么果汁蛤，什么田径队，什么果汁，差点看成真夏的果实。真夏的果实是什么、啊、Hello 凤梨， Hello 向笑宝，吐三天，对啊，三天洗头职业伤害严重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洗头的职业伤害真的很严重，因为他们要用那个手去，不是一直用洗发精嘛，然后一直去帮别人洗头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在还没有就是这么盛行戴手套帮别人洗头之前，就是在洗头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手很容易坏掉。你们今年吃得到奖励的烧肉吗？可能还是要等疫情吧，因为你看你现在这样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一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人数就超过了，所以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等疫情好一点才可以有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也蛮想的啦，我也蛮想要烧肉的。既然早开，好难得哦。嗨嗨，塔瓦哥，其实可以了。所以主角不洗头是为了体谅别人哦，好感动哦。不是啦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洗头，不洗头就是我就是对就是对我就是不洗头，对，那就一人发一份加菜金啊。没有，你怎么又偷开了？我没有偷开啊，我正大光明开。我朋友就是手过敏啊，要擦药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辛苦，尤其是帮你洗头的邀请三天假哦，要很容易有富贵手，对，真的很容易有富贵手。你们一整组加起来确实是甜到爆啊，甜进你们的心里。谢谢阿北的一封信，业配到一半哦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洗完祖祖的头，手都受伤了，鼻子也受伤了，耳朵也受伤了，怎么办？时间说完剩一分半，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会收入进我们的第五章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哦，我。上面是这样写，对不对？现役偶像自曝一个月没洗，最好是一个月没洗头啦，太夸张。就是，然后我们的第五张单曲《一秒一秒》约好呢，在我们的10月15号，对，应该是第八张吗？第五张，你不要吓我，该关了哦，阿姨剩30秒。啊，哪有这样的？太快了吧！Hello， 朱莉恩 ，Hello， come， 还敢想一下，应该是10月15号，应该是10月15号，我们的 MV 就会上线咯。确定不是第六章哈？确定，应该就是第五章了。现役自保不行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最好是啦，最好是，因为没有出门，所以可以不要洗头。好的，好的。10月15号还敢怀疑，我刚刚一度想说是10月15号还是10月17号，
10月15号，大家关了关了没有？他是说发行吧，上线吧，发行吗？发行吗？你可以把你的制箱送给帮你洗头的成员，人家洗一次休3天，没有薪水了。把我的制箱，我的制箱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头皮味吗？好了，差不多8点了，我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其实是10月25号，我觉得我不能相信你们，我真的等一下你们还有业配出。好了，其实就是我自己没有认真背清楚。现役偶像各种欠托，各大美发院拒收。你不是有在调香吗？哦哦，你意思说我调的香，然后送给大家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我还想说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我的头味分享给大家？我一度还深深的思考了一下。Hello 大师，没关系，你业配我们都没有在认真听。不行，你们要认真听耶，我现在很认真在那个耶，你知道吗？ Hello 幻影战士，头位先不要。 Hello 一和，我想去南投的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，可是现在去就是疫情期间也不能脱口罩拍照，好难过，好想去哦！哎，我好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上次推荐给我，到现在我都还就是留着，哎，还没有听到业配什么，哎，业配那个啊，谢谢中影的我来签到了，还好去过了，因为头发太脏吗？你去过了，好好哦，好，好想要，什么时候可以？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发明一个透明口罩？这样的话就是。就会很，可是不行，透明口罩还是戴了口罩，我还是希望不要戴口罩。有啊，该关播休息咯，我才刚睡起来。政府规范美容院美发至少要有一组防毒面具，预防主光临。最好是啦，不过很不透气耶，真的、哦，你有透明的口罩？没。什么？我不说，我不能多说了，会被打死。多说什么？的圈。现役偶像因为头发被各大美容列为黑名单。的圈，你这样不行哦。还有手术等级的手套，你们这很夸张。开始嘟让他下播。防毒面具这有点好笑，哪有哪有？你们不准嘟，不可以嘟。你们要跟我聊天，等我一下哦。我要看一下我们的业配，我们的业配在哪里？哇！现在哇，各位啊，各位，现在原来网页版也可以抽红包了，是吗？网页版也可以抽红包吗？是角落吗？什么东西是角落吗？你开了2个小时了，哎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才知道，可以啊，可以抽很久了，真的假的 ？Hello 浩义 ，Hello T 恤，夏波罗阿姨，不是化学兵的那种等级可以防御的，可以。你帮我那个哦，对，没错，这是我们家晨晨送我的，对不起，我们家晨晨前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找到字啊？不可以照到字，这样。你看，这一家人，这是我，这是阿宝利，这是我们家的小晨晨。Family， 头上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你说我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头上的可爱。等一下，到底是我们偶像还是你偶像？既然没有记得再发，没有，我记得啊，是10月15号吧？确定一下。10月15号，大家，10月15号，而且啊，居家女友的那个也那个哦，哦。开始咯，应该是吧。我看一下哦，等一下。
对，10月15号正式发行。不知道，不知道 MV 是不是10月15号？应该是吧。其实我也不太确定。哪个是发行哦？大家是发行。1月150号是什么？10月22号，10月22号是谁生日吗？毕竟你昨天见过家长，总是要娶果果的吧？那怎么办？袁阿姨，我们要一起采买口罩，要开团吗？哎，你们怎么？你们为什么要？你们为什么要那个？你可以加油，祖祖，你可以说完的。那考你五单歌曲怎么唱？疫苗，疫苗。疫苗，疫苗，约好。疫苗，疫苗，抓牢，等等等。完了，你可以怎样说清楚？等等等 ，MV 可以等等等 ，MV 其实是10月30号，我都不知道有35号。想买口罩错了吗？为什么你们知道？竟然连放出来的片段都没有对拍，哇，完蛋哇！一秒约好，一秒抓牢，什么东西等等等，你们去听就知道了，它有一个音啊，你们没有听到吗？你们仔细听嘛，你们都没有仔细听，我可以放给你们听的呀，我放给你们听。放给你们听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是那个一秒，抓牢，噔噔噔，你们听嘛，你们听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你们听，能播放到45秒吗？45秒，完了，呆主完全忘记了，我们要跟祖祖磕数，阿姨打疫苗打到腔掉了，明明就有4声，噔噔噔噔，哎，抓牢，噔噔噔噔，哎。没有吧，3声吧，姐姐和老师，你们看他变他了，哎，他宕机了，他跑不动了。等我一下哦。TP 祖祖宕机了，各位，我们要不要 gank 一下祖祖？什么是 gank 一下祖祖？脑袋宕机，理智松绑，脑袋派不上用场。就算我们仔细听，也比你忘光光的好吧？我没有忘光光。祖祖，您累了吗？你不会连搜寻都搜不到吧？不是，他有点跑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。你们听哦，好。哎，4声哎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噔，哎，真的是4声哎，哎，那为什么我只有记3声？等一下哦。哦，它是4声啊。抓牢，噔噔噔，抓牢，噔噔噔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因为抓牢的时候有噔一声的，所以呢，拉完以后噔噔噔，这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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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噔噔噔噔，所以我是那个噔噔噔这样，牢的时候同时有一声，对 ，rock 没错，所以我就没有听到，噔噔噔噔四声，这个人已经，我还唱成 reset 旋律，一秒约好，这个人已经晕到脸。所以你为什么逼陈买那么多口罩？你说我没有逼他，是他一直跟我说，我还要再加，我还要再加。
我就是一直，我就一直不断的团购、团购、团购、团购。就是因为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认真觉得那个口罩真的是非常适合练舞的时候。我觉得那为什么不逼我买一下？咦，我这样也可以啊，你们也可以买，我觉得我蛮推荐的。哎，我有给大家看过吗？我买的那个口罩，就是它那个形状啊，很好呼吸，所以它在跳舞的时候很方便，那个超好用的啊。哎，整整有跟整整前辈有跟你们分享了是不是？让姐姐 po 上官网啊？你说什么噔噔噔噔吗？还是什么口罩吗？有没有口罩厂商跟我们联名的，可以出一下我们的照片的哦？好惨，某偶像完全不知道新单歌词。不是，我不是不知道歌词，是他本来就是不用刻意加前辈啦。没有，有时候还是要加一下。我们在称呼的时候呢要叫，那如果我叫他的时候呢，就是我可能就是不会叫这样。就是对，这是我自己定好的规矩，我自己要记得。突然想要祖祖，待会儿9点要参加活动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参加活动哎、欸，因为今天手机不在我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回个讯息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，我回个信息。好，阿姨，时间到了，唱歌被公司抓到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今天呢，就是有去开个会，然后刚刚就是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就有点吓到了，现在回个讯息哦，等等哦。是不是姐姐叫你不要再唱了？不是 ，Hello 问号问号，幻影战士吗？不是吗？幻影战士吧？笑死，公司来查水表？不是啦，姐姐传讯息说你死定了，没有啦，不用等了，直接说拜拜吧。唱错歌被公司抓到了，阿姨时间到喽，没有哦，是不是该关了？没有哦，哎，为什么大家声音呢？现在来，现在声音有吗？关了是不是？卡了吗？口罩上面有照片的话会舍不得用吧？祖祖没有忘记，是一开始就理解错误了。没有，不要提醒他，还是比较好。你戴在我脸上。讯息内容是噔噔噔噔。开会讨论以后直播的内容吗？不是，阿姨时间到了，需要加时吗？我们今天到10点哦。我们今天到十点半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不要理他，不要打字，他就会关了。照片交了吗？交好了。哎，大家我还蛮好奇的，就是大家期待我未来就是新的头发是什么？到10点半，你身体撑得住吗？应该10点，我想看哦。到10点好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到底几点？一下说2个小时，一下说3个小时，是9点半吗？不然9点45好了。谢谢大师的玫瑰，好痒。不行，不要硬撑啦，9点也可以，好，也可以，都可以啦，再看看。你的鼻子那个痘痘上，我帮你挤的，它已经挤掉了，但是它现在就是有点痘疤印。8点15也可以，大家拜拜。那祖祖晚点，祖祖我晚点再来，我爱你哦，你要好好休息啦。好的，还行。大家要提醒我，我讲话讲一讲，然后你们要提醒我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维他命 C 水，超讨厌，什么东西超讨厌，拜拜。我打错字了，哎。痘痘啊，笨蛋，笑死！你
你说讨厌痘痘吗？提醒就会喝吗？会啊。你看我这痘痘超严重的，你打错字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嗯，谢谢嘎宝 B 的手环。但祖祖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吧？知道啊，侯颖，不管几点，我每一秒都要跟你约好。好的，赌徒。有爱观瞻，你说我的痘痘吗？你说我的痘痘有爱观瞻吗？笑死了，笨蛋。喝水，我喝了，喝水。八点半，拜拜，超讨厌，拜拜。什么大痘痘？阿啾笨蛋啊！新鲜的痘痘吗？超新鲜的，完完全全新鲜。豆豆是主播对不对？他今天跟大家 say hi， say hi， 把豆豆打爆。为什么要把我的豆豆打爆？这么近是要我们看痘痘吗？现在是只可以看痘痘了吗？对啊，现在你们只能看痘痘，现在什么都不能看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啊哇哎、欸、哦 WZI 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哇，我抽到好多、我第三名呢，哇哈哈哈。红包大师，你后退，不然我改退痘痘了。你们不是早就改吞了吗？今天才一颗灯哦，一颗灯，两颗灯，我在你面前一定要去戳痘痘的啊。哎、怎么这样？我只可以只看痘痘吗？后退，长痘痘还那么近哦，痘痘好近，好害羞，太近了，你后退。为什么太近了？来三二一 ，Q 一秒约，我们是什么？为什么看到一秒一秒就想一秒约好？但是明明就不是这样子。之前改推的是额头，鼻子都还没，所以现在鼻子有圈粉了吗 ？Hello 燕，居然抽到了，科科，不想隐瞒你电脑跑不动的事实，竟然我第一名哎、欸，你第一名哦。谢谢红包，谢谢红包。这个呢，就是呢，想看哦。大家，我真的还，还是先不要说好。好想讲哦，讨厌。最近面面有跟大家分享什么事情吗？没有哈，没有的话，那我就先不能说。乘着温暖的风啊，错歌了，话不要讲一半哦，好近哦，没事。Hello MK， 是幻影战士吗？讲屁讲，给我闭嘴！你们拍哈利波特了吗？还没啊？你有讲一半了吗？今天你是烧到几度？还要贴退热贴？没有，因为我今天呢，就有跳舞，对，就是怕我自己烧起来，所以西恩没有不好说 again， 所以呢就是怕我自己又烧起来，所以呢我就贴着退热贴跳，一定又跟面面一起败家了，不敢讲对不对？没事，谢谢 MK 的带我走 ，MK 是。MK 是 MK 吗？Hello MK， 应该是吧 ？MK 是 MK，MK 不是幻影战士哈。你不要每次都说话到一半，你自己保重身体哦。好，烧起来还要烧起来吗？还要烧起来吗？你确定是可以的吗？不会被笨掉吗？好的，心虚的表情，看来是又败家了。没有，我是狗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真的是祥丽的狗狗吗？我还想说是不是？我还想说是吗？还是不是？是吗？还是不是？你这么大声，绝对又搞事了。坦白从宽哦，你身体不行，多宅在家一下啦。看这个脸，肯定又败家了。没有，你的中文真的堪虑耶。
Hello 卡缪，我只有中文吗？各种都是吧。Hello 小翔，一定又偷买了。我没有偷买，我正大光明的买。OK， 还是我今天来写一下我的日记。啊，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了。我不能跟大家讲这是什么牌子。反正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你可以开过，没开过的，这个没开过。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呢，我买了一个保湿的一个，就是你知道，保湿的这个这种条，然后它就是可以这样擦脖子。你看，我脖子最近没有什么纹路了，你看，它就是可以这样擦脖子，脖子就可以看起来很保湿这样。然后呢，你看、啊、就是这样按摩，然后就这样往上推。可以消除双下巴的吗？不太确定，但它可以保湿。你推荐他去练国标？你推荐谁去练国标？谢谢兔兔的玫瑰。那可以把什么痘痘擦掉？买了一个保湿啊，是保湿啦。啊，我好想玩，讨厌。你脖子那么长，要用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这次又带坏我家面宝宝了吗？我带坏他什么了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我带坏他什么了？玩什么？玩哈利波特，我真的都还没腾上去，这样真的不行，我要赶快把它写上去。但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真的很励志哎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文字，你的日记有贴纸就好啦。哎，不是好不好？他说，我说你我不是我说，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偷懒技能满点，我都打在手机里面，然后再把它腾上来。他说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，你乐意的话做茉莉、做雏菊、做向日葵、做无名小花、做千千万万。欸，我蛮好奇的，对大家来说我像是什么样子的花？就是大家第一眼想到跟我的花是对应的花是什么花？请不要跟我说萨库拉，萨库拉是我们的团花，谢谢。哪可能只有一集啊，看到蚊子了，三八花牵牛花，为什么我像牵牛花？我来看看牵牛花，喇叭花到底是什么花？看一下，喇叭花。喇叭花就是牵牛花哦，其实三八花比较挺。为什么我是牵牛花？大王花、原子花，因为那么的长哦。塔瓦哥，你很冷呢。看什么花最潮？明日黄花。明日黄花是什么？花椰菜吗？潮死了，跟花扯不上关系。花椰菜，椰菜花。快点啦，我很认真欸，我很认真问你们我长得像什么花。我来看一下花种类，花本身就长，就长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来测测看花测试什么花心理测验，我打成心理测验。喇叭花，我很认真欸。来我看一下，你的代表花是什么花？来测测看。最能代表你的花，我来试试看，测验开始。大王花又臭又大，有生日花语，哪一个花，马哥？跟花什么像？看什么花最潮？
一进来就看到大头吗？花本身，好啦，认真，你不讲话的时候，这很像飞燕草。飞燕草是什么？这特效很像孙悟空的金箍哎。等一下哦，飞燕草是什么？哎，它打不开哎。等一下哦，再次。测验开始，要用手机啊，要用手机才能测。那我测好再跟大家讲好了。飞燕草是什么？飞燕草。有生日花语，什么都是有生日花语。刚刚找的飞燕草跟你外形有点像，其实是臭臭花。我查查，这是什么龟壳花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海芋，纯白有气质。哇，谢谢狗狗。飞燕草长得好像那个，好像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你是说它很高很长一个吗？所以我很长一个吗？玫瑰花带刺，那个是每日啦，那是每日。给我的感觉你像山茶花，山茶花哦，真假的？山茶花，看一下。Hello 一杰 ，Hello 又英，向日葵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 ？MK， 我长得像山茶花是不是？山茶花花语是什么？来看一下，什么什么什么意思？居然不认识龟壳花，不认识哎、欸！祖祖果然让我一阵惊讶，什么意思？麻花是什么？明天打疫苗哎、欸，真假？金剑大叔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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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假的啦？哦哟，宝宝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山茶花的花语是一种爱的象征，是一种可爱、谦让、理想的爱。白色的山茶花象征着纯真无邪，也有像你这种轻什么，也有这你怎能轻视我的爱情的质问意义？哎呦，好恐怖、哦！红色山茶花象征着自然美。Oh my God, so beautiful！ 不爱，那一定不是什么山茶花花语，奋力胜奋力奋斗胜利，理想的爱，谦让可爱，了不起的魅力，含蓄真爱，没错的全。鬼兰花是什么？我真的不认识龟壳花，我先来查龟壳花到底是什么。龟壳花，它是一个是一个毒蛇啊！鬼兰花。哦，好哦，好恐怖哦！它的花语是什么？花语超长得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草莓风暴，跟你很像，什么东西？是蛇啦！我放弃了。五月七号草莓的夜。哦，所以我不是花，我是草莓，我就是爱与尊敬。哇哦，原来每个人生日都有一个花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我们来查查看每个生日是什么花。哦，鬼兰花有着卑微的爱，还有被抛弃的爱。你们这些家伙太过分了！我保证山茶花绝对不是你。你到底怎么活到现在？刚刚用手机镜头辨识你的照片，辨识出来是洋葱。Hello， 生日。对应花。360天的生日花哦哦，原来马哥你刚刚跟我讲的是这个吗？365天对应的花的花语，来，大家快点爆出你们的生日，快来跟我说，快点快点爆出你们的生日，怎么都是各种爱啊？因为呢，因为花语就是对嘛，就是代表我的意思。洋葱不错啊，一层一层一层，5月16号。你的花叫大山慈姑，你的花语是敏锐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他说是代表着聪慧心智的意思。他的感官能力很敏锐，外号就是敏锐。10月10号哦。真假的阿鹏鹏，你是国庆宝宝。10月10号叫雪花莲，
花语是什么？便捷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便捷？哦，他说你的人生呢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改变，一生中都不断的在成长中，但是你的恋人可能会跟不上你的脚步，虽然是不得已的，但如果你拿得起放得下的话，不妨在分手后期待下一次的奇遇来临吧。 I'm so sad， 宝宝好 sad 哦。我知道彼岸花，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欢彼岸花，后来才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花。你们二月三十走开啦，九月二十二的生日花语叫草菇，你的花语是名声。哇，德全哇。你们会受到周围人极高的评价，并且具备着一定的实力，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平常被保护得太好了，对于逆境的时候呢会忽然之间有点不知所措，当你陷入失恋的苦痛的时候呢会痛苦万分，必须学会真是妥善适应哦。不要什么了，保暖员。12月30的花语是草莓树，哦哦，花语是寡欲。受到这种花祝福诞生的人呢，欲望是非常的少的，你就是清廉洁白，但是你的人生呢，就是会变得有一点没有意义，所以你还是要有点欲望哦，不妨劝劝你多谈谈恋爱，享受一下人生哦。15月10号到底是什么啦？22吗？好，22，突然刷超快，对，忽然之间有点跟不上大家的脚步，动一下哦。22的哇，谁22生日花语雏菊 Daisy， 花语活力，外表呢看起来有点楚楚可怜，但其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，适合你的恋人，或许比较年轻而且会撒娇的类型哦。哇塞，快点大家快点，小啾就是他。8月15号吗？8月15号，好好玩哦，这个游戏真的好好玩哦，真的太有趣了，大家这一切都只是参考，就是大家不要太认真。8月15号，你的生日花语是花药，黄药子是什么？黄药子的花语是乡愁，会把你自己的一生视为一段旅程，对于任何事情都不会太执着己见，感情方面也看得很淡，经得起失恋的打击。好，来12月27是吗 ？Only 是什么 ？Only 几月几号？12月27。生日花语是春天石楠，你的花语是宠爱。12月27吗？我看一下，12月27。然后呢，这种人通常会被老师或是上司疼爱的人，一般来说是很容易受到偏爱的。你很常被评价为是一个专心的人，这样的你恋爱或是结婚，似乎都能跟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一起相处，也比较容易融洽。哦，好酷哦！12月27，3月27，那个生日花语流传很久了，是不是唱不上去了？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我是1月17日款冬，花语是公平。哦，祖祖什么迷你花也很像，你被码掉了 WCI。好好好，认真，好了，认真。我刚到哪里了？还有，等一下，你们太快了，等我太快了。10月27，只有365哦，那我是229哎，哇，糟糕，真的假的？9月21还没看对不对？是吗？9月21看了吗？226是什么？9月21，听个花直接被掉念，什么东西？9月21，等一下，我应该是看到9月21的，还是什么？我刚是不是看到6月什么东西？对了，我是看到6月，6月几号？不是，我看到3月27，我看到没？我现在已经看到哪里了？等一下，我看到哪里了？大家，我现在谁还没有看到的？3月10号，好。现在是什么环节？我脱序了，我112啦。
我现在到哪里了？谁还没有被讲到的？等一下到哪了？我现在谁还没有被讲到的？快点快点快点，赶快赶快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哦。以下从啊，3月27是不是？327还没看好，327。3月27，好，我要喝水。对，大家叫我喝水。3月27的生日花语呢是黄水仙，花语是神秘。这个时候出生的人呢是充满神秘的气息。异性关系方面有时有点奔放，但是有时候又有一点保守，总是令人难以捉摸，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吧。谁3月27？7月25号，飘，先飘。7月25号，我现在看到，我念我看到的、哦、如果还没念到的，你们就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刷到我看到为止。7月25，谢谢 JR 的告白气球。7月25号的生日花语呢是泪叶生麻，应该是麻类的一种植物吧。花语的话是沉重的负担。Oh my god！ 凡是受到这种花出生的，就是这种这受不不不，凡是受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一生呢会有很沉重的压力。不过呢，个性呢却是不悲观的，认为一切都是成长中的磨练。日本的德川家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恭喜。3月10号是吗？3月10号，3月10号的生日花花语叫弹指婆娑那。哎，我好像有听过这个，这个花语是好酷的 WDI， 这个花语是除恶，哎，就是受到幸运女神的保护，哎。你要相信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幸运，然后大胆的走出积极的人生。你好酷哦，好酷哦，好921是不是921？你真的假的？搞保兵921哦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是几年的921啊？好，921呢？921的生日花花语是生日花是时钟花，它的花语是福音。受到这种花。祝福的人呢会给予别人很多的喜乐慰藉，你的温暖的言语跟亲切的态度呢会救很多很多的人哦，好感动哦。他们会用感恩的心转为爱慕之情，而你的终身伴侣往往就近在眼前，不必踏破铁鞋到处寻找哦。哇，626是不是626？甩尼宝是甩尼宝，你是巨蟹座，是626，对，626是什么星座？哦，谢耳机包包。他说怪物吃掉了我的拼图，为什么嘞？我还是有抽到哎、欸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，谢谢黄包626。6月26号，6月26号，你的生日花花语呢是蓝蔚。它就叫蓝蔚吗 ？Blue show 什么 ？Listo 吗？是什么花、啊？你的花的花语呢？叫做老天保佑。谢谢钟宇的荧光手环，近在眼前的不就是你吗？漂亮的我，哎、啊，谢谢。不是啦。啊，你是蓝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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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花语是老天保佑。你这一天出生的人是受到老天特别眷顾的天之骄子，不管是在学业、事业或是感情方面，都是一帆风顺。发音标准一点，蓝蔚。现在耳机宝宝加入长颈族一个月，好吧，我去旁边玩沙，怎么了？飞镖，你是绝交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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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心了，走心了，226，好好好，226，对不起啦，因为真的太多了，我现在一个一个看，哦，大家不要急哦，大家不要急，大家生日刷起来，生日刷起来，226呢，生日花，谢谢福福猫的 sexy kiki， 记得喝水，好，谢谢耳机宝宝的丘比特，可是我没有啊，真假的。哦哦，好，226呢，就是你的生日花是小常春花，
花语是适应。收到这种花语而祝福的人呢，是不畏逆境的，具备了可以应付任何劣质环境与事态的心。一次两次的失恋根本算不上什么挫折啦。今天没有去帮你的好朋友祝生日庆祝生日吧？我昨天过十二点就跟他讲生日快乐。大家别着急，请按照顺序走心。对，请大家按照顺序走心哦。帮我朋友问问，11月27号，你等我一下，赌徒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回来。11月27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。1月5号是不是还没念？好，1月5号很近，快点，可以。1月5号的生日花是熊掌花，好酷哦。它的花语呢是繁荣，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是处处充满母性，也就是所谓的贤妻良母。好笑，多半恋爱后会直接结婚，婚后子女听话，家庭幸福，恭喜恭喜。10月13是不是？10月13的生日花花语是秋菊，花语是室内设计，好酷哦。是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对于任何事情都是由形状开始思考的。考虑结婚的时候呢，必定是居住的场所开始设计，这样子的人适合稳定的恋爱还有踏实的婚姻。 OK 1月12号，10月10号，我刚刚是不是讲过1月12号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讲一次。1月12号的生日花花语呢是葫芦花，竹马煮竹肉，我已经念你的了，被煮竹烦到龙，烦龙，繁荣。OK， 1月12号的花语是葫芦花，花语是纯洁。收到这种祝福的人呢，会一生无悔的追求自己所相信的事情。谈恋爱的时候也是痴情的纯情派，他会终其一生的爱着他。所以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要真的要特别谨慎哦。好，明天12点还有一个哦，超级大学姐，谁？保暖员也走心了是不是？保暖员，你再刷一次，我找不到你的了。还有谁？我应该都念了吧？还有谁没讲啊？2月14号，你看吧，我就说我纯情啊、哦！你已经到了你了，是不是？到你了吗？我刚讲完了。11月18号，等一下，我刚刚什么东西？2月14，哎呦，情人节出生的孩子啊！哦，好难过。好 ，OK， 2月14花，你的生日花花语是花。黄番红花，然后呢，你的花语是失恋。收到这种花语祝福的人呢，并不会失败、失恋而沮丧，会具备一个强壮的心，但是呢，就是会失恋，对，但是没事，乖，我的性格没有来过，好难过、哦，太难过了。还有谁还没有讲到的吗？我哥也是24，哎，哇。哇，糟糕了，大学姐没几个了，谁还有谁是这个时候变走心大会了吗？1118，好，1118以后再来是10月26号，好，我看一下1118，1118生日花是西番莲，西番莲呢的花生日花花语呢是憧憬，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是非常浪漫的，而且为爱而爱，适合你的情人是属于实际型的。如果同样是浪漫主义的话呢，就会就是咋无疾而终，拜拜这样。好，10月26，对对，刚刚是不是还有一个再讲一次10月10号？10月26的话呢，你的生日花花语是秋麒麟草。不要难过、哦，宝宝，你要先有坚强的心。你的花的花语呢是孤独。受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是非常喜欢孤独的。在广泛的社交圈中，怎么办？我都不没事没事，月月，我们大家都是你的朋友，这里都是你的朋友，好吗？月月，不要难过。OK， 比较不容易跟人深交，适合你的情人呢是比较适合那种善于交际的，做事圆润的。才能使你受到正面的影响 ，OK。变走心大会了，
我哥什么没心就不会走啦，我的心走了，所以祖祖我婆也是蛮正常的啦。哎，我的心根本没有来，感觉怎么样？我都蛮适合大家的啊，不觉得吗？我也是，我也要玩一月八号。好，一月八号，我真是一个万人迷呀、啊！谢谢大家。一月八号生日，花花也是白黄百里香，黄百里香。然后呢，你的花语是轻快。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是才气横才气洋溢。他轻快的言行举止，不知道迷死了多少人。哎呦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呢会有点太过奔放，令人不敢恭维。所以喜欢的人呢，会稍在喜欢的人面前要稍微控制一下哦。走心加一，后应你后应我还没有用到你的吗？玻璃心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从前就被说是孤狼了。这边是不是都走心光光了？七月十二号生日花，金鱼草，花语具利用价值。真假的兔兔，真假的，认真吗？没事的，兔兔，没事的，兔兔，祖祖我的还没念到，好，你再跟我讲一次，全部都走心，他就关了呢，都被说到人生没有希望了，快点快点，要一下，重新利用我，啊，三月九号，大家还没念到，再赶快再留言哦，三月九号，七月十二号。就是你，哦，好难过，我是被利用的那个，好难过。我等下念一次，七月十二号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三月九号，好难过，三月九号呢？三月九号呢？哇，好的，三月九号你的花呢？生日花花语是喇叭水仙，花语是光荣。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大抵是充满着光荣的人生吧，富知性，善社交又热情，然而骄者必败，必须注意哦，不可以太过骄傲，要谦虚。好，我们来听听七月十二号被利用的这个花语。七月十二号呢，生日花花语呢是金鱼草，它的花真的名字蛮好听的，但它的花语呢是具利用价值。但是呢，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表面上虽然看起来是悠游自在的，实际上呢，其实内心是非常有内涵的知识分子。在感情上呢，你适时的冲动可以让一些情敌知难而退哦，让你的情敌了解你并不是省油的灯。还好我不会。我们生日花为祖祖带来快乐，真的好好玩哦，感觉没有一个是好的。那我们来看看五月七号的。我们先来看五月七号生日花，亚洲金凤花。亚洲金凤花是什么？它的花语是慈善。哎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准哎。他说，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很重视友情。只要他看到别人有困难，即使是陌生人，他也会不吝啬的伸出援手。因此，他的人际关系蛮好的，富有而丰富的人脉，这是他最大的财产。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心爱的人啦，就是所有的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我的宝宝。你的不错哎，画重点，具利用价值，不要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家宝丽的六月一号，我家宝丽呢是黄玫瑰，她的生日花是玫瑰，黄玫瑰，她的花语是幸运。收到这种祝福的人呢，通常运气很好，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多的苦心，就能替自己开创一条成功的大道。不过呢，像把这种态度放在感情上的口就行不通了，所以别忘记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对象的时候，请一定要加把劲。我是被祖祖利用的宝宝，没事，宝宝后裔，没有，他没有说你没有。是有利用价值，意思就是说你是富有知识学识的，然后是很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忽然间冲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就是会让大家吓一跳。这样问一下，十二月二十二，所以他送了你那首歌啊，与你无关。
好难过。12月22吧，12月22。12月22的生日花是欧石南，花语是和睦。受到这种祝福而生的人呢，易于跟人相处，特别是恋爱的时候，能和对方相处的非常融洽。结婚之后呢，也能继续维持这种友好的关系，就是一个，也是一个，就是很和蔼的一个人吧，我在猜。好的，请问还有没有人我还没念到你们的？你们的是什么？你们的生日花的，真的有那么多花吗？有些花我都没有听过哎，可能。12月25生日花花语是圣诞，有没有人是圣诞节宝宝的？他说12月25呢，生日花是圣诞红，花语是绿洲。凡是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具有安慰人心的好心肠。如果将这种心指向特定的某个人时，他就会立刻成为你的俘虏。想再一次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请说。我都念完了吧？6月4号，好。可以再次，如果你们有别的想问的，因为我也蛮想知道。看一下哦，6月4号生日花石竹，花语是悲苦哦，有点难过。在这一天出生的人呢，比较有机会去体验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，同时比较能够体贴关怀周遭的人与事。另外，这种性格呢，导致消极态度面对生活，容易导致消极态度面对生活，因此你必须记住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大大小小的境遇哦。所以就是这种人是也是蛮辛苦的，很辛苦。还有呢，那些是真的存在吗？看也没看过，泪叶生麻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等一下我查查看哦。你是几月几号？谢谢玉安的枫叶。原来是趁虚而入的部分，谁趁虚而入？10月21，我是波斯菊，代表长寿，但是我不想要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兔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长寿好，长寿很棒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10月21是吗？哦，你是7月25，等一下看一下，我刚好会经过7月25，把那个花复制下来，看一下是什么花。泪叶生麻，我来复制一下，来偷偷搜寻一下这个花是长什么样。哎，真的有这种花哎！哎，长得蛮漂亮的哎，白白的，真的。对不起，你说多少？7月不是7月25，10月21，纯洁。什么东西是纯洁？10月21吗？10月21生日花是茴香吧？应该是茴吧，一个草字头再一个茴，应该是念茴哈。茴香花语是财色兼备，凡是受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不但融资出色，而且智力令人称羡。想要获得你的青睐呢，想要获得你的青睐，得到你的心的异性很多。多到不胜枚举吗？应该是这样，我应该没有念错，只是受到茴香的影响，在碰到逆境的时候呢，会比较脆弱一点点，所以容易沮丧，大家要注意哦。生日花是确定有的植物啦，应该是。身体健康长寿比较好，否则不如痛快，什么？那一天的花比较好，我要重新投。哪一天的花比较好？是不是 ？OK， 哪一天的花比较好？我觉得每一个花一定都有它，就是它存在的意义，你懂吗？所以就是，也许每个人的境遇有好有坏，但是我觉得从中学习到什么，就是要看你们自己了。所以比较辛苦一点点的话，说真的就是真的比较辛苦啦，这真的是没办法，但是也许能够学到的也会比别人多，对吗大家？所以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大家记得就是把好的东西去尽量的去改变，然后呢把好的东西好好珍惜就好。 Hello Jerry at KH， 我为什么会叫你 HK KH？
总之就是有奖跟没奖一样啊，哪有 ？Hello 耳机宝宝，好，谢谢唐老鸭，很棒，谢谢你回应我，好，欢迎回来耳机宝宝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家陈宝宝的星座。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。7月16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没有记错，应该是7月16。对吧？是吗？应该是7月16。哦哦，7月16的生日花是大型三色堇，但它的花语是束缚。凡是受到这种花祝福而诞生的人呢，占有欲很强，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，都想占为己有。其实这种过分的束缚呢，有时候会有一点反效果。明白这个缺点，适时的反省其实也是好的哦。恋爱也应该要尊重对方哦。所以我们家晨晨占有欲很强。好，我一定要跟他讲，他占有欲很强，情绪勒索。你是说我们家晨晨情绪勒索吗？我有说可以吗？不行哦，不可以说晨晨情绪勒索。晨晨没有情绪勒索，晨晨最棒。哎，我的口红不见了。嗷嗷嗷，没有，晨晨没有。我现在已经被他控制了，占有欲很强，对，占有欲很强，嗯，没错，没错没错，有点可爱。我们来看我们的，我来想想看，我们来看看谁的啊？我们来看一下每日的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美玲前辈。我的那一页去哪了？6月28日生日花是矢车菊吗？矢车菊吧，应该是这样，是吗？矢车菊下班骑车了，来不及关播，宝贝晚安，晚安宝贝。没有啊，我今天到10点。占有欲很强，对，什么对？6月28，对，矢车啊 ，OK， 矢车菊 ，OK， 矢车菊，它的花语呢是人格，收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个性属于典型的外柔内刚，尽管外表看起来楚楚可怜，内心是坚强无比，相当杰出。在感情方面呢，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，会表现得太过刚毅。谢谢阿贝续了长颈猪1个月，四车没错，好的，矢车菊 ，Hello 九宫格 ，Hello 史密斯，还有我们家章鱼，生日花。白曼荷包牡丹，章鱼他的花语是嘲讽般的笑容。凡是这一天诞生的人呢，个性真的是酷的可以，而且防御心比较重。为了。自己的将来还是卸下一些面具，认真的付出感情哦。哦，所以我们家章鱼呢是在一开始不认识的时候，章鱼好准哦。章鱼好准吗？他就是内心的防御比较多一点点，我们要突破他的心防比较难。有劲了吗？是还好啦。迷你猪妈妈，哎，妈妈，我来看一下你的生日花花语是什么。7月，哎，我就不讲了，我就不讲是什么几月几号了。好了，竹妈的生日花呢是白色毛心花，花语是思索。凡是受到这种花祝福的人呢，通常天赋异禀，聪明过人。哎，怎么跟刚刚哪一个好什么好像哦？拥有自己的想法与理念，只是考虑的太多，往往不太容易虏获爱人的心。真的，你讲哪一种花，我们也查得到啊。
没差、啊，没差、啊，我没有跟你们讲几月几号。刚私事问你一下，你是说看 LINE 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请说。好，明明就报了月份，原来是跟我同星座的人呐、啊，同星座的人儿啊，我回来了，各位。祖祖不出声真的很美耶，所以我要就是很有气质的这样。明明就很有气质，有时候啦，不是现在，这台突然安静，很棒。又是 ，Hello， 回回，祖祖某些时候是真的蛮有气质的啦。只有有时候吗？只有偶尔吗？不过剩下的时候可能要祖妈了。好有气质哦，好正哦！谢谢大家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照片。对我来说，他没有，只有照片。我可能九点半关好了，我觉得我九点半可能差不多了，可能就不行。九月生写真的超美的，真的吗？很好看吗？大家喜欢吗？我也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十月，十月是我的月份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十月份就是我的月份了。还没收到，愿你在一句美女声中迷失自我。哦，我已经早就迷失了，我已经迷失了所有的方向了，迷失在美女这个方向了，太美了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可以直接怒休息吧，没关系。十月我生日，欸，真的吗？喜欢你压坏车车那张，哦，我也超喜欢的。又你月份，八月生血我破费。八月生血是我破费的一个月，所以拿到了吗？所以十月主题能完全展览祖祖的优势吗？你们想想看咯，请找原路回去好吗？十月为什么是祖的月份？因为有一个节日我非常的喜欢。
我非常的喜欢。大家想要看我，哎，大家我十月的那一天，那个很重要的那一天，我应该会打扮。但是呢，我还在思考我要打扮成什么。大家有想要看我打扮成什么样子吗？好近好可爱哦，不会又是万圣节吧？好开心哦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开心的表情。可是我不是十月出生的人啊，我也不是啊。苹果同学好，喝哪一天？猪凤梨，素颜的人走开。国庆日要快乐。好的，我连假一定会放得很快乐，还是国庆日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日子，什么日子？就是谢谢月月续一个月长颈猪，很棒。等你打扮成凤梨啊，不是小精灵吗？好，我先截图。小精灵，谢谢茶茶认真回我，你们这些家伙真的是打屁股哦。谢谢小蛋糕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小蛋糕的手环，不会是竹妈生日吧？乱猜。我刚刚都透露了，你怎么会说十月是竹妈生日嘞？竹的打扮都不会让人失望的，耶、万圣节不晓得要扮什么的人如何？我知道了，国际老人节，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十月四号吧，世界动物节，真假的啦？真假的，十月四号是世界动物节哦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，让人日思夜想？真假的，日思夜也想吗？谢谢伊犁 ，Hello 回回 ，Hello 推推，国际阿姨节，没有阿姨节这个东西，我来想想看呢。Hello 马 ，Oh my god， 马，沙鲁吗？沙鲁吗 ？Hello 猫咪，长颈鹿，重阳节，对，还有重阳节，动物节感觉很酷，我也觉得。十月是国际洗头月，每天都要洗头，不要。我知道了，国际凤梨节吧？你要去办吉祥物对吗？没有哦，马。Hello， 马，我每天都在新疆伊犁州想你哦，有这个州哦，我知道是十月二十六号，你说那个吗？重阳节吗？这次的，看来是万圣节几率高了，是万圣节了，国际安静节，你就叫他沙鲁吧，沙鲁，好的，沙鲁。你也不会念，我会念好不好？我刚念出来了，沙鲁，沙鲁，沙鲁，十月哥伦布节，那是什么？可以扮不出声的人吗？你是说那个吗？那个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黑色的，无脸男，祖祖突然爆雷，好不习惯哦。你说万圣节吗？不是国际。祖祖安静日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真的是很期待那个节日，我真的最喜欢就是，哎呀，祖还没有关播啊，我应该九点半会关。万圣节生日，真的、哦，雨伞节，如果不是万圣节，我十月就恕不指定祖祖了哦。什么东西？哈？为什么这跟指定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是在说我十月的那一天要跟大家直播。我说我那天要打扮，你们想要看我打扮成什么？为什么去指定了？想看竹扮成女生版的她、欸，哈，有点啊，我不敢，好丑哦，我不要，我恐怖。十月是竹国际竹安静骄傲月，不是十月生日，不是啦，笑笑宝，你不要吓我哦，你真的不要吓我，我想说我爆了什么雷。祖祖知道雨伞节是哪一天吗？有尝试过扮古代男装吗？那太难了啦，伊犁，因为那个还要去借衣服。今年万圣节成员还会一起跳饼干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想看济公怎么样？扮那个丐帮帮主，唯一支持凤梨装，不要 eat 就 Joker 吧 ，Joker 可能还好一点。Hello， 晴晴。笑笑宝要打屁股都没有在专心听我说话，我觉得非常的难过。谢谢晴晴的 sexy 的猫咪，哦 sexy 的 Kiki，
谢谢晴晴，真是身材100分呢。祖祖可以办武则天啊，这真的，大家各位别为难我了，古装真的是要去租衣服的，各位各位啊，各位别闹了，可以不要租衣服的吗？丐帮帮主你就不要洗头就好啦，秀一宝虽然雷已经听过了啦，请祖祖动手，你说打屁股这件事情吗？快点来，你过来，屁股翘高高打屁股。 Hello 阿伊迪，突然想到我们的法海呢，没有法海好吧，本来就没有答应法海，木乃伊啊药局就有了，可以跟队长大借汉服啊。哦，小龙女不然办啥，不用租衣服的，比如说我想看有什么，我想看万圣节，比如说办南瓜啊，南瓜的话就只要穿橘色的衣服就可以了。还有什么呢？去三立拿队长大哥哥装，现在才看到祖祖的痘痘，很大一颗。祖祖不用租衣服啊，祖祖都买的。扮 Teacher Julie 科学怪人德古拉，吸血鬼。万圣节。吸血鬼哦，很久没有扮吸血鬼啊，我打成吸血腿了啦！等一下，吸血鬼装扮图片，哦，吸血腿，吸血腿好哦。吸血鬼与魔法师，吸血鬼魔法师是什么？吸血鬼是去年的，有点像哎，有吗？哪里？有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不要扮吸血鬼了。那不然就，蜘蛛是什么？万圣节蜘蛛王，万圣节蜘蛛不要玩，万圣节蜘蛛装扮，看一下蜘蛛长怎样。蜘蛛装扮。吸血还是我扮成长颈鹿，长吸血腿好，咒术回战的5条悟老师，哎，那个直接把眼睛遮住就好了。我很常看到他的，很常看到他的那个，就是网络上刷的时候，很常看到他的那个扮，就是那个打扮成他的人。祖祖可以扮鱿鱼游戏那个木头人娃娃，蜘蛛人原来是，这是什么英文啊 ？Van leg 啊 ，Van。好哟，紫竹装扮，鱿鱼游戏的绿色运动服哦，好简单的装扮哦，好简单哦，谢谢飞镖，头发也要梳上去哦，蟑螂装好，扮哈利波特啊，不要，好可爱哦，蜘蛛人，哈利波特是哈利波特，他才不是万圣节会出现的，他万圣节要扮恐怖的，好不好？要扮恐怖的，去年万圣节好多人都有装扮呢，也是辛苦。我有吗？我好像有，我有办吗？我忘记了。那你办两面素摊是素摊吗？两面素什么？太恐怖，你又不喜欢。那你不用打扮就恐怖。拿个碰糖印上祖祖的身血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很难哦。你会不行哦。我跟你讲，口罩戴到眼睛就是低成本五条老师。奶胸装，那你扮催狂魔好了，你好像没有印象中，我有点忘记，好像没有。万圣节，骷髅头。万圣节装扮。啊、哦，好恐怖哦！南瓜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！有人扮成麦圈圈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哦，哇哦，这个也太酷了吧！扮成那个《死亡笔记本》里面的那个死神，扮五条了事好了，两面素，Oh my god， 马哥，那是吗？首先人要可爱，扮素
半素还真好了，半一个哎不行，伊犁伊犁那不能乱半，那个很危险。还有什么装扮？有人把自己扮成史瑞克哎、欸，扮家家家挪挪，对不起，挪。挪，不然米海沙，米海沙是什么？伊犁不能，因为伊犁那个是那个好像不行乱搬，素环着啊、哦，对不起，黑魔女啊，素环真的不会念素。韩真的不是韩真的绿巨人阿米大麦克部分，祖祖肚肚可以100%还原。Hello， 幻影战士半萨诺斯啊，全紫色简单装，然后我还要有那个手，然后这样，不可以弹指。米海沙太可爱了，他扮不起来。米海沙是怎样？哦、那个哦，那个要金色头发吧，那个没有金色头发完全还原不了啊。嗯，真的办不了。对啊，哦，跟你讲，金色头发比较能还原。难道我要去买假发吗？不会吧，扮一个哪吒吗？哪吒，哪吒，哪乌欧哪吗？渣渣还是哪吒，哪吒啊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哪，怎么拼啊？肚兜挪，哦，挪渣，挪渣，三太子也不行吧？为什么也不行？不会打就跳过呗？还是你要扮桔梗？人家真的是高冷女神的说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怎么那么 Q？ 我的天哪，太可爱了吧？哪吒啊，哪吒是不是？哪吒哦，哪吒，好笑，好可爱哦。那要穿红色衣服吗？扎，宝中马铃是什么？扮宝中马铃是什么？桔梗，我扮得出来吗？桔梗头发很长哎、欸，擦桔梗，结果他就真的给我桔梗，真的桔梗的桔梗。好漂亮哦！臣妾做不到啊，真的是臣妾做不到，臣妾真的做不到，这个太有气质了，真的，你要我一整天都不讲话太难。半桔梗要带到假发了吧？对啊，我的哦，那个超长假发就可以拿出来了。香港祖祖扮岩柱吗？岩柱，扮竹吃老虎，啊，可以。哇、wow, ，so sexy 哎！这张照片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想想看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造型？他太大只了啦！你说我太大只了吗？你说我吗 ？Me 吗？谢谢月月的我最闪亮，还是讲万圣节黑发装扮？嗯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。
点恐怖哎、欸。你有想要扮什么类型吗？想要恐怖的还是什么类型？我想要有点漂亮，有点恐怖的。扮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回回，我跟你讲，不行，这个等一下广告嫌疑太大只了。扮咕噜，猪猪扮手里 ，OK， 扮手里。黑发造型，黑发造型，黑发的造型有什么？最近有什么新的，然后恐怖的角色吗？最近有吗？只要有一个箱子就可以啦。黑魔女，还有呢？最近有什么？《魔戒快打》里面的女吸血鬼合乎主族的要求，那就跟吸血鬼不是一样嘛？就是扮吸血鬼啊，就是吸血鬼，就是吸血鬼，扮31天没有洗头的主族，好恶心哦，我自己都要受不了了。黑寡妇吗？水火的孙二娘，孙二娘很恐怖吗？我总不记得这个里面有很恐怖的人。啊，好恐怖哦！那个巫女造型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，我来想一下好了。我觉得不然的话我到时候再开一个投票箱，让大家投票好了。哦，那个哪吒传奇里面的石矶娘娘，笑一宝宝，那真的超恐怖的。那我跟你讲，回回我朋友已经扮过了，所以 Hello Sparky， 他已经扮过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想要扮的感觉。丁公野蔷薇是什么？丁公野蔷薇，丁。公野蔷薇，哇哦，这个应该要找宝莉吧？宝莉的头发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吧？还是我来扮？我来看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丁哥，战咒术回战里面的人物。可是他是短头发啊，石矶娘娘很恐怖又很漂亮，还很邪美。石矶娘娘，我刚好像看到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扮的蛮漂亮的，他也不好扮欸。哦，他就是蛇精是不是？哦，他是蛇精。那我来看看万圣节的蛇怎么打扮。万圣节蛇扮一哎哦，你说那个一二三木头人那个吗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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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哒哒哒。啊！可是扮蛇的都长得好恐怖，那画脸上一个一般一个般的。哇啊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扮蛇哇，哎、欸，那个蛇也太性感了吧！哇，好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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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装置艺术好了，你说扮装置艺术吗？航海王的蛇姬代表。他好像蛇姬哦，他这样他是不是头发就是这个地方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哇屁哇，看到一个蛇扮的还不错。哎呦，我的鼻孔给大家看到不行，你在那边好大什么？好大什么？你扮阿凡达好了，阿凡达很难哎。杰不行，北车乌头人吗？鸟头人，对不起，鸟头人是什么？
Hello， 阿华，竹竹鼻孔蛮漂亮的、啊。嗯，谢谢灰灰。你是在说爬梭鱼吗？会吗？你说哪一个？什么东西会吗？哪个部分？我觉得我的嘴巴好干哦。我的背包到底被我收到哪里去？整个涂成蓝色的而已，不是吗？就是捷运那边那个鸟头人啊，之前被撤走的那个是什么？重要的是眼睛都近视，看不清主播了。什么？你看不清我了吗？你都看不清我了吗？我今天脑子有点坏掉了。北车吉祥物，喝水啊，呆猪。幺流星，我刚黑流星，我刚好喝了。流星跟黑流星是不一样的，我要记得。这个我用过没？到底用过还是没用过？近视了，看不清鼻子。不止今天坏掉吧？辛苦你了，飞宝宝。我才是黑流星，你是幻影战士。就白色身体载着巨大的黄色鸟头啊，我没有特别注意过哎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我只要去到北车，我一定会迷路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，它地下的那个地图跟它地上的地图完全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我曾经在。台北车站绕十圈，不是，没有到那么多，没有到十圈那么夸张，大概是在三圈还是四圈，发现我怎么在绕圈圈？我为了要找一个东门，到底东门是哪一个门？我真的是东南西北，我实在是真的是分不太清楚，整个大迷路，那个鸟头人就是让你不迷路的啊，是这样子的吗 ？Hello Dash， 到时候会提祖祖的。会提祖祖什么？歪区比较不会迷路。歪区是哪里？我跟你讲是有多笨，我不是台湾人，也不会在那里迷路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地理下跟地理上这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北车居然不会迷路，那你去东京车站不就完蛋了？我真的很紧张。我忽然间想到，我最近是不是不能乱插东西在身上？卖很多电动的地方哦，真的、哦。果然是跟果果一样是笨蛋姐妹一样不会分。我记得台铁台北车站往捷运都会遇到啊，鸟头人就在捷运跟火车交界处啊，东门就是很冷的那个门。过敏吗？直接凉凉不行，你可以扮那个猜拳大会拿鞭子的那个女生。谁拿鞭子？去东京，他大概一天就不知道怎么回饭店了。我真的不太敢乱，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，我真的超害怕的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我应该是需要有人带，不然我应该就是真的很害怕。我真的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而且我是那种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，我想认真大家问一下，大家是哪一派的人？一，请问一，你就是那个制定那个。出去玩就是负责制定那个行程，然后带大家去走一些大家从来没有走过的地方。二，盲目的跟从，就是别人说要去哪些新的地方就去哪些新的地方。三，耍废，就是也没有要盲目的跟从，然后也没有要怎样，反正就是可能就是待在饭店里面完全不出门的人。三行程的人，真假的？我从不制定行程哦，你从不制定行程的。二一，真假的话，你在这火影也是哦，飞宝宝也是吗？你可以住地下街了。二一回生二回熟。哦，二带我去哪就去哪，给我惊喜。盲目的跟从，但是因为懒，不是做不到。哦，二四，我是你的人，没有问题。直接收编，我是你一地图，就是我去旅行的
地图就是我去旅行的女朋友，去哪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好耶！看地图就可以走了。自由行，我就想去哪就去哪。我选四，自己找路。哦，就是去探险的那种人。哦，好，那我加一个选项四，自己去探险的人，就是没有人带你，然后你也不盲目跟从别人，就是拿着地图然后随便乱走的人，有吗？有人是四吗？不然我就自己去绕绕啊。四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是四四四啊！真的假的？大家都是四是吗？我真的不太敢自己一个人乱去走来走去。我个人啦，我个人是二，我很喜欢跟着别人，就是去，就是，但我会挑，就是比如说哦，我想要去哪几个地方，这样我就提出我的建议，这样。然后那我改四好了，还好吧？你就是耍废，对，完全不动脑这样。看跟谁去再做决定，哦，如果跟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有意思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啊，我好像真的没有自己一个人旅行过，哎，好恐怖哦，我好像有点做不到，哎，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身边没有人的人，在东京我已经不太会迷路了，好强哦，美女不要自己乱走比较好，无聊骑车去探险骑到迷路再看地图算是吗？算。算，超级算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自己，大家都有好，那一自己有出去旅行过的人，就是不管是出去不管是外县市，或者是比如说日本啊什么什么，只要是有这样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，就是一。二就是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的，请作答。我一个人去过好多次，哎，我都乱走一通，迷路再问。一，你怎么那么呆？不要自己去。哦，你那么呆，不要自己去。阿姨，你时间快到了，哎，好，一，自己环岛三次。四是什么？啊，10是自己，就是自己也有自己哦。跟朋友算哪里？跟朋友都是二。如果你都有跟朋友出去的话，就是二，就是你一直都是跟别人，一直跟别人，一直跟别人。自己去美国找朋友算吗？不算，你这样去旅行就是去找朋友啊，就是你就已经有朋友在身边，那不算。找个路有这么难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是那种连自己一个人在餐厅吃饭都不行的人，真的。请问大家有一个人自己在餐厅里面吃饭的吗？有的打一，没有打二。我跟大家分享，在大家作答期间呢，就是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可是我都会自己飞来飞去，跟当地朋友会合。哎，哦，那，啊，那这样算什么？那这样算三，自己去，但是当地有朋友可以照顾。我都一个人吃烧烤，中午吃常常自己吃啊。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不一样哦，自己吃跟自己在餐厅吃不一样哦。等，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自己一个人坐在餐厅里面吃是自己一个人在餐厅里面吃，但是如果你打包带回家自己一个人吃，那是自己一个人吃饭。那这个谁没有？那个一定有啊，那个这对不对？那个一定有。我一个人去吃烧肉过，勇士，你是勇士。我一个人去啊，餐厅也有啊，说的也是，跟呆国一样。什么？你什么东西？餐厅有二吧？对不对？有啦，一定有人没有自己在餐厅吃的，我都不太行，所以我喜欢自己来台湾玩，自己可以逛夜市。哦，每天都自己一个人吃饭 ，so sad。自己一个人吃饭这很正常，自己跑去淡水嘛，算，因为我连自己一个人去淡水都没有。常常自己一个人吃餐厅，很棒啊！想象一下他们开车在日本，完蛋。大迷路，直接找不到。一个人吃东西，牛排也是啊，算哦。哎，真的好厉害哦，勇士们各位，成都、重庆、海口县，好强哦！我真的是那种，就是只要没有朋友，我就不会在餐厅吃的人。一个人去厕所，我也不行。我不会说日文，也可以自由行啊。不是，不要是你开就好了。你是说果果开吗？你认真吗？烧肉 like really， 自己烧烤很简单，筷子都不用，夹子直接入口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无法想象，会不会去宫城就去了宫崎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你还
你还只是个孩子啊，你的时间。好的，那么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我上个厕所回来念棒棒，大家等我一下哦，我放个音乐给大家听。我们来听个什么呢？给大家听一下。大家等我一下，为什么要先上厕所？我想上个厕所。聊聊天，聊一聊，有点饿了。1682公里哦，这海苔没有辣，就是盐巴海苔。你巨猪二卡关。我现在也还没有打过巨猪领地二，我现在目前呢就是达到，但我目前有一个已经达到8星了，还有什么追寻那个闪电哦，追寻闪电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我好强，狗狗。我跟路人打过了，真的假的？欸，我也蛮期待的耶，我也好期待哦，感觉他们很适合一些很可爱的歌，对不对？黑流星，上个厕所也可以想到吃哦，一切拢是浪的什么？竹马有人在吃零食，我用妙力，我晋升都带那个。都在那个谁 ，Dobby， 一直跳 ，Dobby， 我都没有在玩了耶。我现在最近都不想要去对战了，我觉得对战现在真的很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根本就是故意这样输的。我回来了，我也用法术流，我也你说你也是用那个妙力嘛？我打仗的时候喜欢用妙力，讨厌近战法师。对啊，我也觉得黑流星就可爱的歌，他们都很适合。5连胜之后就给一个超强，对啊，
掉。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缓解缓和剂，缓和剂我那时候明明就赢了，就他还说我启动，我还什么触发了什么功能什么，我想说我明明就赢了，为什么触发我的那个缓和剂？我真的超生气的，不然怎么会让你想氪金？哦，本来就是这样啊，我现在都用那个白发的女神吃掉对方的一个伙伴。哦，那个很好用啊，可是我觉得他有点小弱、欸，有点就是偏弱，就是他只能消除掉对方一个这样，没有没氪啊没氪，我就是一个实力派选手，线上的人会一直研究新的牌，打败旧的牌。哦，所以不一定一直输跟赢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是一直想要解那个，我想要解那个十连胜的那个成就，然后一直解不了，觉得超神奇。屁啦，他要瞄准啊，他超难用的，我才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氪啊，炸弹盒不错用，炸弹盒要那个召唤流比较好用。史内普要用那个啊，那个人可以飞去远远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就很好用。娱乐赛卡在17连胜，好强哦！17连胜很强哎，我讨厌贝拉，我现在一直在等黄金贝拉出现，我现在一直都等不到我的黄金贝拉，我有点生气。我不打 PK 的，我只打森林还有故事，没关系，可以，不要生气，对，我们不可以生气，游戏就是这样，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吗？胜败乃兵家常事应该是吧。我是妙丽的咒术流，没有，我都有。我现在，但是我觉得听说他们说双胞胎很好用，可是我觉得黄金贝拉回响我有两个哦，好厉害！我现在是有两个妙丽还是两个哈利，我有点忘记，我觉得还好。你有在玩跳舞的吗？偶尔会玩一下，偶尔。我现在目前解锁了三首五星的歌曲。PK 是氪金战士的天下。生气，你都上首席了，多解几个八星森林就有啦。我现在就是都他一直给我什么妙丽啊，双胞胎，我第一个黄金竟然是双胞胎，我想说这双胞胎到底要怎么用，那根本没有用。然后歌要怎么解啊？就是你一星 SSS 的话，他就会解二星；二星 SSS 的话，就会解三星；三星 SSS 的话，就会解四星；四星你好像只要 S 还是 SS， 你就会解五星。金回响很难拿哎、欸。可怜双胞胎，只有课长才有 PK， 才有能力 PK。伊达大冒险是什么？我哈利明一样用这个，真的假的？昨天单刷五星紫色竞技解到成就了。啊，你好强哦！你怎么单刷五星紫色竞技啊？夜风明月大神在此啊！我天啊，夜风明月大神，我的天哪！双胞胎解主线任务蛮有用的啊。双胞胎可以干嘛？双胞胎是什么能力 ？Hello， 飞镖，它是什么能力啊？对啊，紫色可以组队升等吗？组队可以组队升等，紫色你只要是有打败通关的话，它就是不管你一个人还是三个人就可以。集气速度加快哦，魔力值加快是不是？你这样拜人家也不会带你啊。嗯，你知道蓝色只能单人，我只知道蓝色只对蓝色要单人，紫色可以双人，可以三个人都可以，还有可以帮忙牵制哦。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？叫Harry Potter 啊，后面我就不能讲了啊，大家可以打个字给他。卫斯理回想可以多叫几次伙伴哦，就是伙伴卡会变多就对了，伙伴卡可以让你伙伴多三个，所以如果我去晋升的话，他也可以多三个吗？还是没有随机这样？如果我去晋升的话可以吗？英文是不是要念的那么准确啦？可以啊、哦，真假的，他去晋升也可以加，是不是？主线后面有几个西洋棋的关卡，国王很强，要用白头发那个女生吃掉。Oh my god！ 就是那一集，我真的简直是要崩溃了。那关我现在卡在那关很久，我真的觉得我快要崩溃。我跟你讲，那关真的超麻烦的，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过那关，我那关一直过不了。
我现在就是那一关，就是西洋棋的那一关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先，我跟你讲，前面一大堆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先悟赢，然后就还好。然后到后面就真的是那个越来越多只，越来越多只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都打到国王的时候死掉，就是可以丢三个伙伴，两位双胞胎，另外一个伙伴加另外一个伙伴。哦，所以我的那个西洋棋那关，我就要带卫斯理，然后呢，带卫斯理，然后呢，我解了大概10分钟吧。10分钟也很强哎，我到现在都过不了，一直打不了，直接打夜风明月就可以讲。大神，大神，请问你朋友还有名额吗？大神，好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大家可以在此地留下你们的姓名。忽然间想到，我什么都没说。雾影血大概剩到一定，到皇后就挂了。雾影血大概剩一定到皇后就挂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单刷紫色进森林会很难吗？我唯一没办法单刷就巨猪而已。我现在目前没有单刷过紫色。有人要偷家没有？你还想抱大腿啊？西洋棋要靠荣恩吗？西洋棋要靠荣恩？不是，我不是说那个，我不是说无名之书哦，我是说那个荣恩有回响吗？好像蛮多人用浪名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可恶，我都听不懂，没关系 ，X， 没事的，蛮好奇的，真想要加大家，我是哈利同学院欸，真假的，我是赫夫帕夫的。好啦，下次就是，请问大家有人知道了我们家面面的名字吗？如果大家都还不知道面面的名字，我就可能就不能乱加你们。那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我可能就可以来偷偷加一下，可以 PK 啊。我后来是叫哈利当肉盾，后哈利当肉盾。叠全全破心库，然后不停放卫斯理烟火。哦，好，那我就这个。OK， 可以 PK。单刷巫师比较简单，刷另一个矮人要有技。单刷巫师比较简单，刷另一个矮人要有技巧。矮人是什么？哈利那个很讨厌欸。哈利哪个很讨厌？你要加也。不要在直播的时候讲啊！我没有讲啊，我没有说要加大家、啊，谁说的？谁说要加你们？没有，不能加，知道吗？大家不能加，不能乱加 ，OK？ 知道吗？哈，什么都没说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话题，我要来念榜榜了。嗯，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来念榜榜，第15名新鲜柠檬，嘟嘟嘟，第14名月月，嘟嘟，第13名妈妈，嘟嘟嘟，第12名吉米粥，嘟嘟嘟，第11名 WCI， 嘟嘟，第10名夫妇猫，嘟嘟嘟，第9名 MK， 嘟嘟嘟，第8名张琳，嘟嘟嘟，第7名阿北，嘟嘟嘟，第6名小蛋糕，嘟嘟嘟，第5名青青，嘟嘟嘟，第4名波城，嘟嘟嘟，以上。第3名嘎宝币，嘟嘟嘟，第2名 Andy JR， 嘟嘟嘟，第1名贵族之夜，哎呦，100分！我的昵称不过什么，猪猪辛苦了，好好休息。白发那个女生没有在国王，没有在国王。谢谢流星的 sexy kiki， 没有在国王的时候出现就重刷国王那个血量大概打。那个血量大概打架、啊，我很菜 ，PK 遇到我可以欺负我。谢谢主主，主播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来上线一下好了，我来去一下。你是雷文克，为什么大家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都没有人？我觉得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很少人加入赫夫帕夫，我觉得赫夫帕夫现在缺点就是人少，然后我每次都打不赢人家，然后我每次永远都是第3名跟第4名，哎，
辛苦了，拜拜，快取号。Hello， 阿伯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我是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这个，你是这个符号吗？快去休息，好好休息。那让我去一下霍格华兹，我就休息。不然，如果我不去学院跟社团，如果我不去霍格华兹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去，我就会去网购团体、网购网站了。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晚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也要去上课了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没有，我不要在游戏里面出。No no no， 拜拜，拜拜。我是实力选手哟，拜拜。